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湖南省卫侨代表团的杨兴明团长。好的，你给我们的华人朋友说几句好吧？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芙蓉国印象代表团的团长杨兴明。非常高兴第二次来到多伦多。我们芙蓉国印象代表团这次来了，星光大道冠军歌手阿苗芊芊，国家一级演员龙兰香，还有湖南著名京剧演员，黄煌，以及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郝长虹，还有好了。还有刘小丽、萧其昌，等等，非常高兴来到多伦多，传播中国文化，弘扬湖湘文化，讲好长沙故事，做好文化志愿者，这是我们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最基本的职责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我发现呢，今天这个演出的水平非常高，而且有浓郁的这个湖南的特色。你能够在介绍一下那这些演员吗？我们芙蓉国代表芙蓉国印象代表团这次应邀参加的演员有，星光大道冠军歌手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著名苗家歌手阿苗芊芊，国家一级演员、花鼓戏表演艺术家龙兰香，还有湖南首位梅派弟子，著名京剧男旦黄煌。还有湖南电视台著名节目电视主持人郝长虹，非常荣幸来到多伦多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杨团长。